Hello， 今天吃酱多多和起，先来尝一个沙拉卷。这是少女时家的，都是酱。海苔肉松，每天都要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肉松搭配，这款都是肉松。再来一个肉松搭配，今天先吃到这，吃多了有点腻。他们家总体还是很推荐的，性价比很高，酱的话也不会很腻。唯一的不足就是他们家蛋糕体会有点偏硬偏干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我测评的店铺，请私信告诉我，或者评论底下告诉我。拜拜。